第四季续集《莱文黄昏》他来了，不过大家不用担心，周本还能打，但是莱文市变黄了。晚上八点，奇怪的机器入侵莱文市，大家一定要记得来打排名，修复机枪塔，然后击败花粉污染者。头上的那个小球怎么有点眼熟？花粉污染者会使用技能吼一嗓子，会让空气变得更黄。随后小巴发现了一个问题，莱文市被高高的铁墙团团围了起来，因为前面的缺口能过去，但是往前走铁墙一直刷，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原路返回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势力战好像也不能做了，这就相当于每天少了两个专研材料。更离谱的事情出现了，小菊花变成了大菊花，我操，小帕冒着生命危险近距离拍摄了黄色大菊花怪的近照。你看这菊花，它有大有晃，看到会变身的花粉污染者，小帕特别想知道晚上八点奇怪的机器到底是什么。